今天开始由小聂代表聂总执行工作。现在有些人趁着我不在老是搞一些小动作，资金回笼出现了严重问题，你将如何带领大家走出目前的困境？现在的处境叫做腹背受敌，我是一个自己人。我们手里边其实没有什么砝码，如果你想重新启动公司的话要大换血了。我就想象他们是恶性肿瘤，而我是主刀医生，把他们切除了就是。杀他们一个措手不及。商场上碰到的人心和你做手术时碰到的人心相比复杂多了吧。手术室里病人的心不会变，但这里的每一天都在变。不过还好有你。你可以相信我的。盛方婷，他对你还有对你父亲的了解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。